出生于台北，2004年栖息花莲的画家张素燕，以现场写生方式，随着太阳日出日落，将依山傍海的花莲山海风景呈现在画布上。他这一次在松园别馆展出15幅作品，展期只有到7月24号，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参观欣赏。来到依山傍海的花莲，跟着太阳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出生台北，2004年选择花莲为创作栖息地的画家张素燕，毕业于国立艺专美术科西画组，日前在花莲市松园别馆带来15幅大大小小作品，举行山海清风张素燕个展。我作画的方式都是在现场写生，那么各位看到的这边都现场写生，当然除了3件的大的画的作品，那是我在现场画了比较小的作品，然后回到画室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再把它画成大的作品。那么我是跟着太阳的作息，譬如说我画日出的时候，我会在大概3:30我就起床，然后在日出之前赶到海边。那如果是画海边的话，因为光线的关系，我会在中午的时候出发往东海岸走，哦，就是画海大概都在下午。画峡谷的话，我喜欢它早上的光线，我会在早上的时候在峡谷里面画画。那么我这次是以花东主要是以花莲来，最远跑到长滨的海边，主要是以花莲的风景为主，所以我取了一个主题叫做山海清风，也希望呢这次作品在这么好的一个场地里面，大家也能够出来吹吹清爽的风，这是我的一个想法。透过写生，借由画笔传递蕴藏在花莲这片好山好水中的无限风情。最远从花莲到长滨，一趟100多公里的路程，一样记录在画布上。希望让民众来到松园笔馆，同时感受徐徐清风。即日起展出至7月24日，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。记者蒋邦彦，花莲市报道。